价格冲着 RAV4 与 CRV 而来，海德艾图森小改款配备与预售价曝光，原先五月要上市的维洛斯特海带，台湾总代理南洋实业又将其延后到六月，也让图克森小改款成为海带在五月上市的唯一车款。虽然距离上市还有一段时间，销售端已经开始进行预售接单。来自目前业务端的资讯显示，图克森预售价将从91万元起跳，预计会有包含柴油车在内的五款车型可选择，且首度出现 SCC 智慧型主动车距系统。来自目前所传出的塔斯小改款编程 1.6T 涡轮引擎将会有四个车型可选择，采七速双离合器变速箱， 2.0 升柴油采单一车型贩售，采八速变速箱， 1.6T 的四个车型，预接单价91万元的入门款，采接单生产将配备18寸铝圈六气囊 ESCHA 驾驶模式， LED 日行灯，前后雾灯，双驱恒温后做出风口定速以及 BCW 盲点侦测警示，预接单价95万的第二级车型导入海带。斯马特森斯提供 SCC 智慧型主动车距，维持富斯托普 FCA 前方主动刹停辅助副行人侦测 LEW 车道偏离警示 HBA 智慧远近光灯调节 EPB 电子手刹车，以及奥霍尔德预接单价101万的第三车型，则是在增加斯马尔特基普神斯卡特驾驶座电动十向调整 LED 头尾灯，八寸影音主机，阿普尔卡尔普莱 A 坦德罗德奥托倒车辅助摄影，预接单价107万的第四车型，也是汽油版的顶规车型，则是在加入智慧型电动尾门、全景天窗、副驾驶座八项电动调整、无线充电、 AVM 环境影像辅助及电子防眩后视镜，采单一车型，预接单价116万的柴油车型，增加 4WD 四轮驱动，不过少了全景天窗及 AVM 环境影像辅助。动力方面， 1.6T 预计应仍维持177 PS 最大马力，268 kgm 最大扭力，01VGT 柴油则是185 PS 最大马力，41.0 kgm 最大扭力。从编程来看，南洋硬会以预接单价95万的第二车型及101万的第三车型作为主力，毕竟在第二车型就会有海达埃斯马特森斯驾驶辅助系统，而第三车型还多了电动座椅、 LED 头灯的卖点，届时正式上市时应仍有1到2万元的降幅。